江宜市政府卫生局为着要来鼓励着妇女朋友接受癌症体检，在今年邀请从事美容美发产业的老师阁有设计师，伫咧社区来进行推广。活动开始到即马一个月，受检人数比去年同一个时期比较已经成长将近两成。其中美发设计师林丽月，伊一个月就来鼓励十一位的人客参与着体检。在十四号，伊是受邀来分享伊选择的经验，伊直言袂当只选择。更加爱持续来督促鼓励，因为赚更加多钱，那是无健康嘛，无意义。江宜市政府推动宠爱桃城水姑娘妇女癌症免费体检活动，起跑到即马一个月，受检的人数已经比去年同一个时期加两成。其中，三德新歌排第一的发行设计师林丽月老师，是特别受邀到江辉来分享伊的选择经验。我推广之后，我会再追踪你有没有去检查了，我会关心他吧，还有没有去检查了，就这样。那大部分的人，我有推广的人有，也有一部分的人已经有去检查了，那他的健康，也有受到那个就是，保障。癌症确实是目前，申请疾病、申请伤病死亡最大的这个因素和比例占得最大，所以卫生局提出的这个计划，我们也就一起结合在一起，共同来推动降低致病率，预防胜于治疗。申请到科技部的经费来执行这一届顺德的中正大学教授卢宏毅分析，伫咧街头巷尾开店的美容美发设计师，和女性的人客拢有一定的熟悉程度，由因来顺德健康的观念，大家比较较容易接受。江宜市宠爱桃城水姑娘免费妇女癌症体检活动，对开始推动到即马，总共有1221个人来完成着淋巴摄影。含子宫颈抹片的检查，其中七档以上拢唔捌接受过子宫颈抹片检查的妇女，参加体检的人数含去年同一个时期相比较，更成长超过两成。透过体检，降低癌症对着家己健康的威胁。再一次的来到这个嘉义市的李烫发美容职业工会哈，我们就是再把这个服务范围再扩大啊，我们希望这个工会的这些会员哈，可以再加进来。母亲节快到了，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妇女一定要去照顾自己，照顾妈妈的健康啊，介绍来参加我们这个宠爱桃城水姑娘免费妇癌筛检，早期发现，早期治疗啊，才能够让妈妈、姐姐、妹妹找到健康，家庭幸福。只要是住伫咧江宜市30岁以上的女性朋友，对直接去到九月底，会当伫咧参与活动的美容美发店家接受选择了后，设出体检卷，搁再前往合作的病院诊所接受子宫颈抹片的检查和淋巴摄影，相关会当摕到500块的礼券，欢迎民众会当踊跃参加来守护家己健康。最新新闻，张定顺、王小山，江宜市彩虹报道。旺 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！现在只要下载旺 TV 行动客服 APP，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，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、发票及直播频道等行动账单客服服务，让您带着走，一次满足所有需求。旺 TV 行动客服最聪明，请快去下载哦！旺 TV 数位电视